这时候呢，达摩祖师呢就讲说，好，你将你的心呢拿出来。刹那之间呢，这个慧可呢就开悟，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的心，所以这时候就讲一句话呢，他说万法归一啊，万法由心起啊。但是各位，达摩祖师又回答，那一归何处啊？哦，各位，一就归于零呢、啊。啊，所以万法归一，一就是太极，零就是无极啊。所以各位，所以万法由心起，心从哪里来啊？心从性来啊。所以我们常讲说心性，所以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性字，这一个性字呢，有没有？我们把字拆开，叫做身心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呢，心从他那里来啊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呢叫做心性，但是很多人把心跟性呢都混在一起，啊，他们都不太清楚，也不太了解。那我来，我用大学里面呢，大学里面有谈到，啊，叫我们要明明德。中庸里面呢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么谈，他说天命之谓性啊，各位，天命之谓性合起来叫做什么？叫做性命。所以各位，什么是性呢？在天呢谓之命，在人就谓之性。所以这个性呢就是什么？这个性叫做天性，叫做本来啊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性呢是自自然然的，这一个的性呢是怎么样的？是相当的清澈无碍的，这个自性呢是相当的光明的。所以呢，六祖慧能才会这么谈，他说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呀、啊。啊，所以各位，所以当我们现在的人呢，把心跟性呢都混在一起，而不知道，而且现在的人也不是用心生活，现在的人呢都是用情在生活。什么叫做用情在生活呢？情就是情绪，因为对他喜欢的人，他就对他比较好；对他不喜欢的人，他就对他比较不好。这就是情绪啊，这哪是用心呢？啊，所以各位呢，所以现代人根本找不到他自己呢的根本呢，啊，所以呢，很多很多种事情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呢，因为他没有正确的引导，所以学易经是蛮重要的。所以各位，你就能够了解知道说，哦，太极就是一，无极就是零。而且太极本身来讲的话，它能够，它是环世的开始，但是无极才是本体。所以老子曾经这么讲，他说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所以各位啊，所以无极就是老子的无啊，就是佛教里面所讲的空。但是这个无跟空不是没有，我们常讲说什么无中生有，空中妙有啊。比如说各位，如果问你说你从哪里来啊，你会告诉我说我从我妈妈的肚子里面来啊。啊，我说你妈妈还没有怀你之前你从哪里来啊？各位，妈妈还没怀你之前表面上是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，没有怎么会跑出一个你呢？难道你是从石头呢蹦出来的一样吗？就像孙悟空一样吗？不是嘛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再来，这个五的观念是怎么啦？我们常讲说有界限跟无界限哪一个比较大？当然无界限最大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界限怎么会有大呢？那一天呢，我跟我的朋友呢到美术馆去散步啊，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，啊，
如果我家呢能够像美术馆的这么漂亮，啊，那该多好呢。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这个美术馆的所有权权人应该是谁？他说应该是台中市市政府。啊，我就告诉他说，那台中市政府谁最大？他说应该是市长最大。那我说，那我请教你，啊，那市长有没有常常来美术馆呢？还是你比较常来？他心中想说，我比较常来啊，市长什么？市长忙都都很忙了，他怎么有空来呢？我说那就对了啊，我说世人呢都喜欢有，哎，这叫所有权。但是呢，哈，真正在使用的人是谁？是你，所以你叫做使用权。啊，真正的是谁在享受啊？那还不是你在享受？所以各位啊，所以有机会你到大坑去爬山，如果每天你都到大坑爬山，大坑就是你的啊，不然是谁的呢？嗯，对，难道呢？对，难道是台中市的吗？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呢？这个聪明的各位，你应该了解这个道理啊。哦，这个叫无跟有的道理。那再来，佛教所讲的空不是玩空，因为空中才能够生妙有。啊，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呢，哈，大家坐在这个教室来听讲，为什么你们能够坐在这个教室？因为教室有空间，你才能够坐在这里。教室如果没有空间，你怎么可以坐呢？那倒茶的茶杯为什么能够装茶水？对，因为它有空间，所以它才能够装茶水啊。对，所以同理可证呢，空不是没有啦，空啊，空就是有，空才能够容纳什么？才能够容纳一切啊。有一次我到台北去，那我朋友刚好搬家啊，我那个朋友呢相当的节俭，结果呢他就把一套怎么样呢，把一套已经呢从他结婚呢那个呢的那个的那个嫁妆呢一直用到现在，结果我就问他说，哎，这套沙发怎么不丢掉呢？对不对？因为你已经买一套新的沙发了，这套沙发为什么不丢掉？他说，哎，做人应该要节俭，这个不能丢掉啊，还可以用啊。我就笑一笑，我就问他说，我说这套沙发呢，啊，我说这套沙发占你家里面的空间到底有几平？他说呢，这套沙发占我家里的空间至少也要2.5平到3平。我说那我请教你啊，你在台北买房子买一平多少？他说买一平要22万。我说那你算算看，那你到底是节省还是浪费呢？你为什么把一个秽物放在那好3坪66万的土地上呢？啊，他刹那之间他就能够了解，哎，对吼，他怎么这样呢？所以各位，这个就是空啊。啊，所以呢，会使用空间的人就是如此啊。那一样的道理，这个宇宙呢之大，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空，所以它才能够容纳日夜星辰，才能够容纳山川洞子。各位一样的道理啊，啊，一个修行很好的人，因为他的心呢，有没有，就如同什么虚空一样，所以他能够容纳很多人的意见看法，所以呢，他不会对任何人呢有他绝对主观的意识跟对待。所以呢，越谦虚的人才可以学到东西啊。好，各位，你不觉得空真的很好用吗？所以一个人呢，自认呢学问很好的人，那这个人呢就永远呢不能达到明心见性的地步啊。所以我们谈到这里，你就能够知道啊，原来太极之前就是无极啊。啊，所以无极是本体，太极呢是它的根本，所以各位你们要去了解太极跟无极的含义啊。好，接着我们要进入两仪，
为什么会进入两仪呢？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说太极本来是阴阳不分，阴阳合合一体，结果呢太极一动两仪生，就产生阳仪跟阴仪。这个就像我们什么，就像我们一般的人的心，当我们一起心动念的时候，有没有心中呢就会产生对待，而且这个对待呢产生无比无比的对待啊，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对待呢？啊，比如说它产生痛苦，痛苦的对待当然就是什么啊，就是快乐。那它会产生呢啊，尊，它的对待当然就会产生悲。所以我们现在从易经的角度开始来探讨，我们首先来解释两仪啊，两，这个两就是一对，这个仪就是法则，所以两仪就是什么，就是阴阳法则，叫做两仪啊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，你看一对夫妻，一双筷子啊，或是一双鞋，各位，我们一定不会讲两只哈，讲两只筷子呢，啊，或是呢，或是两个人的夫妻哈，我们一定不会这样讲啊，啊，因为呢，它是一对啊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分开呢，你看会产生什么情形呢？啊，我们现在从易经的角度来看呢，好，易经的象就是一长，它的阳仪呢就是一长，它的阴仪就是什么？就是两短。它这个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你一定会很好奇啊！我跟各位解释一下，它这个一长两短是怎么来的。我们都知道呢，这个伏羲呢，伏羲画八卦，最主要是仰观于天，俯察于地啊。啊，言起诸身呢，啊，静起诸物。所以呢，当伏羲圣人，当他看天的时候，他觉得天是一望什么无际啊，所以呢他就用一个符号来代表，他就画一长线，所以呢这一长线呢就代表阳仪。为什么代表阳仪呢？因为呢阳仪呢，因为阳气往上飘，飘到最上面就是天。接着呢伏羲呢俯察一地，他看地呢啊，本身有山川水流的断层啊，所以呢他就把这一长啊变成什么，变成了两短啊，所以中间呢那个断掉呢就代表呢是一种阻隔。那因为呢这个气呢，气浊为什么下降至地，所以呢阴仪就什么，阴仪就成地，所以这个阳仪啊跟阴仪的符号是这样而来的。但是它的数，阳仪的数就是奇数，阴仪的数就是什么，就是偶数。你可以看到，哦，那个阳仪是不是一而已，一撇，那个阴仪是什么啊，阴仪是不是两段。所以各位啦，所以呢这个在易经里面呢啊，阴阳的数呢最常用的阳用九，那阴呢用六。它阳为什么用九呢？哦，各位你可以看，我们的数字呢是从一到十，那你加加看，因为阳啊哈，像一三五七九都是属于奇数，二是六八十都是属于偶数，所以你可以加加看，比如说阳的极数呢到底是多少，一加三加五，各位是不是等于九了？如果再加什么，再加七，就已经超过什么，就超过十了，所以呢阳的极数就是九。那阴的极数你加加看，是不是二加四是不是等于六了啊，如果你的六再加六是不是超过十了，所以阴的极数就等于六啊，就等于六。所以呢这里面的数啊是奇数又是偶数，但是在易经里面最常用的呢就是什么啊，这个阳仪用九，阴仪呢齁，哦，用六啊，这个各位你要相当的清楚。
那再来它的化的数是一跟什么，一化跟什么，跟二化。那一加二等于多少，等于三。哎，各位，这个三你有没有觉得很，你有没有觉得三到底怎么来的呢？我们中国人常讲说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，无三不成理。啊，老子也讲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啊，我们常讲说什么一年的开始叫做三阳什么开泰，或者我们所讲的三足鼎立。而且呢，在一些经典的记载也常这么讲，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。所以各位，所以三的意思是什么？三的意思就是多的意思。所以这个三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《易经系辞传》里面所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。所以一就是一就是阳，一加二，二就是阴，所以一加二等于多少？等于三嘛，三就是道，三就是太极，所以太极呢生万物啊。所以各位就是这个含义的啦。所以学了易经之后，你的国学造诣也会很好。再来，我们现在再来谈它的理。易经的理的部分呢，用刚，阳爻用刚，然后阴雨啊，用柔。所以呢，你在卦爻辞当中，你常常看到呢，这个呢，刚爻跟什么？跟柔爻。那我们常在用刚柔来做比喻。老子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天下至柔，可以克至刚。”所以呢，这是以易经的角度来谈的。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应用在所有一切的道理啊？当然是可以啊。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啦，易经是一本呢，明天道以推人事的一本书。所以天地之间的变化不外乎就有阴阳二气，不管它怎么变啊，最主要呢就是由阴跟阳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它怎么对待啦。好，我们从天道来看，阳仪是天，阴仪就什么？就是地。阳仪是日，阴仪就什么？阴仪就是夜。是明就是暗，热就对冷，这个长就对消，生就是对灭，动就是对静。但是各位，这两者表面上是矛盾，但是各位，你要知道易经的根本思想叫做矛盾统一论。什么叫做矛盾统一论呢？它表面上是互相矛盾，但其实呢，它又互为一体。我们举例来说明，各位，这个动到呢极处会缓为静，那静到极处呢会缓为动。比如说呢，你看呢，比如说有在打坐的人，当他在打坐的时候呢，他坐到一定的层次，他身体呢自然就会什么，就会动起来。表面上呢是静，但是他内心里面却是什么？却是大动。那我们再说，我们一般坐火车就好了。你觉得呢是坐那个什么？是坐那个自强号的呢比较静呢，还是坐那个平快的？速度越快，你会觉得什么？你会觉得越安静。速度越慢呢，你反而就会觉得什么？就会觉得呢好像是越吵杂。所以各位，动跟静呢，它是互为怎么样？互为呢，互为变化。再来我们看到呢这个呢，这个日跟夜。好，各位，你看到那个白天呢，白天的太阳，你看到白天的太阳，但是晚上难道太阳就不见了吗？难道晚上的太阳还是依旧存在啊？那只是跑去美国那边而已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日跟月本身来讲的话，它本身它是阴阳消长的变化，但是它有没有消失啊？它根本就没有什么，
它根本就没有消失啊。啊，所以各位，我们常讲，我们常在讲人生，人生的过程呢，常常有一点有一些呢哈变化啊无常，就像呢自然界的现象一样，也都是怎么样，也都是如此。好，再来讲，我们再接下来讲明跟暗。好，各位，如果说你现在要进入一个地方，假设这个地方呢，假设呢它有开关，假设呢哈它有十个开关，最好的方式当然是打开总开关，因为总开关呢，只要你一打开，所有的电灯呢都会亮。但是如果呢你的按钮呢一个一个按的话，你就会觉得相当的麻烦。但是各位你要知道呢，这个光明跟黑暗呢，它又要互为什么？互为呢？互为一体啊！因为实话怎么讲呢？啊，因为呢有光明，才有黑暗。那如果本身呢没有呢哈，没有光明，你怎么可以看到看得到黑暗？那相对的，两者呢又是互相呢啊依存。那自然界的现象呢本身也都是如此啊。比如说我们看到呢一棵植物，一棵植物呢，一棵植物你看到它落叶，但是落叶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要去长新叶。所以呢新叶这样才能够生生不息，所以呢很多东西有生跟灭啊。心经里面谈到，他说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呢啊。各位你看到、啊、那个有一种植物叫做落地生根，表面上是它落地，表面上是它已经什么已经灭，但是呢它落地之后却怎么样？却生根，你看又是生。所以生跟灭本身呢又是什么啊？又是呢又是一体。再来我们还有来跟往，或是呢有始跟有终啊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、比如说现在有个圆圈，这一个圆圈你可以告诉我说哪一点是起点吗？你一定告诉我说任何一点都是起点。你可以告诉我说哪一点是终点吗？你想一想，也可以也跟我回答说任何一点也都是终点。那答案就是对了吗？起点就是终点，终点就是什么？就是起点呢、啊。